什么这么喜欢蓝色？我最喜欢紫色。最喜欢紫色，还有红色。那你喜欢睡觉吗？不也。也不行。按不是为什么不喜欢睡觉？我画好了一个大骨头。你画了一个大恐龙骨头哎。大骨头。对呀、啊。大骨头是什么呢？那它的尾巴是什么颜色？答案，它尾巴这里有，我要找一个颜色，绿色，找一个颜色。那要怎么办？请你帮忙画好吗？不想。要帮忙画这个恐龙尾巴。这个我也可以借你。好，你先画，等一下换爸爸画。这个又不是我的。又不是我画。那我们一起画。完，你怎么在画自己的手？我看到这个跟幼稚园的蜡笔一样。跟幼稚园的蜡笔一样。因为这个有这个。这是什么蜡笔？恐龙蜡笔跟幼稚园的一样。好像很好看耶。对啊。对啊。这蜡笔超帅的。借你。好。借我，好，那我也来画一个，你也一起画。嗯。我要画这个大骨头，画这个大骨头。嗯、我给它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螺旋彩带。难做的啦。螺旋彩带，画画画，哼，你看。啊，你再画那一个，我再画这一个。哦，爸爸，这个我再画一个尾巴。爸爸，这个不是这样的。老师有这样子啊？老师那样子是在做什么？